昨天童小豆在超市想买一本杂志，主要是看上杂志的赠品了，因为那是他很喜欢看的一个教数数的动画片的周边。当时我觉得这赠品质量太差，答应他回家在网上买一套质量好的，他很乖的同意了。回家呢，我在亚马逊上下了单，没想到今天就收到了，就是这套了。他上个月过生日，我本来想买来做礼物的，结果不巧断货了。看包装还挺有质感的，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呢。豆豆，你看妈昨天答应给你买的是什么？ Number blocks。 Number blocks。 我正在看呢。哦，你正在看呢。这动画片我很喜欢，数字的造型简单可爱，表情丰富，音乐也很好听，很有动感。咱们上楼玩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你这乱的，快给我找个地儿坐。这个是你的劲儿啊。What a one！ 看，就这些吗？哦，它主要是这些卡片，玩游戏的卡片是吗？我看看啊，好，这边有本说明书 ，Supporting Activity Guide。那谁是谁？你记得吗？红色贴红色是吗？红色是one。你看这个比昨天妈在那个杂志送的那个小东西的那个质量好多了。你看这个是。嗯，来，我们来先弄零。嗯，这样就行了。零，哎，你给它贴上。三。哟，我随便贴个吧。He face on the down， 这个也是。我找了个妖怪的。这是不是一个字啊？你认识这个字吗？上。对了，上。哪个周姐好搞笑呀？我自己设计的。是你自己设计的。这些卡片是干嘛用的呢？三，嗯，然后这些形状，你看这些形状，你明天可以试试拼这些形状。这些都是怎么玩的呢？爸，还有可能能变成九吗？我先考考你啊，你看上面有一些数学题，我来考你啊。请问五加上一等于谁呀？等于六。五加上二等于谁啊？五加二，五和二，五加二加又加二等于八，七。天哪，算这么久啊你？五加二，虽然我还以为你十以内都没问题了呢。一百以下可以、啊。一百以下，那你五加二怎么会没算出来呀、啊？我就得想一想，为什么不可以按我想啊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五加上三等于几啊？五加九。你再想想。嗯，二等。哎，那五加上四等于几啊？五加四等于九。Monster nine。那我问你，五加六等于几？五加六等于十一。那怎么办？没有十一你怎么办？五加六等于几加几？嗯，就是那个，让妈让我想一想。哦哦，你在想好。三。四加七，嗯，可以，后边呢？那还可以等于什么呢？还可以等于一加十。哎，对了，还等于什么呢？还等于九加二。哎，对了，还等于什么呀？还等于八加三。嗯，就看几有八加三。
好了好了，我们去吃爆米花吧。那我当然愿意啊。